家亲啊，那其实很多台胞也都受到各个街道各个区域的这些的照顾啊，所以很多台胞就是自愿自发的想说能够尽下自己的一份心力，能够来帮助，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这个一线的这些辛苦的防疫工作人员呢做一点事情，更是家人的这个互相体谅的这种表现。